Hello，今天吃盖浇饭，欧包，这个是汤圆。先来尝一个盖浇饭，排骨。这个是炒黄牛肉盖浇饭。每天都要坚持那条。这个黑芝麻咸的。包。里面是咸蛋黄芋泥。刚才拌饭太辣呛到了，来个饭后甜品，把这个汤圆吃掉吧。这个是山楂馅的。
最后一个是豆沙馅的。